就喝那个高卡的少啊。今天真的太难过，哎呦，阿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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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啊，最近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。哎，一个是朋友吧，那个啥，一个那个啥，哎，咋说呢？他们失恋怎么老能让我摊上啊，老让我看着呢？我再怎么办？不是，别管谁，分手时间坚持，不能一场良好的事儿啊！一样一样，下楼吧，对。哎呀，我是总结出来，没啥好用的，哥们哥。今天咱们吃点好的，这个叫羊排，得给它蘸一下。真香。